Hello， 大宝贝们，下午好！给你们看一下咱家一斤的菠萝有多少啊？这个我是用袋子袋，哎，用隔着袋子用微波炉加热的。用微波炉加热，加热2到3分钟。你们查一下这一斤有多少个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，这一盘是，这一斤有23个，咱家正常就是一斤有20到25个左右，具体看个头看大小了啊。这一斤是23个，哎呀，弄折了。酸辣带点麻的口味，昨天没拍到活动的，现在还有活动，一会儿下面小黄车拍就行。哎，又没好出来。哎。活动啊，12、83斤，太合适了。昨天有没有拍到的小宝宝，赶紧去拍吧。它里面有的是这种黑色的黄，有的是那种黄色的，黑色的不咋好吃，你就给它摘了它，黄色的好吃。它分公母。干了。